你要恭喜我，直接送花去我的办公室就好啊。那也是要走一走啊。你早就知影杜晨跟阿红因做伙啊？安怎？你要找我算账？那你想要要问马少强？因为我需要因替我把大义集团退落来。安尼你就会当问马少强。你知影阿红的不忠，对少强造成偌大的打击。伊伫公妈听又搁跪又搁哭，伊讲伊是了尾仔囝，伊是孤仔囝，伊讲伊是业界的罪人，你哪会用为着外人欺负你家己的亲生囝？你把我囡仔掠走去饲的时阵，你就必须要有这个本事，唔敢会痛苦。搁再讲，我甲杜晨还搁有曹凤合作，迄个时阵我根本唔知少强是我的囡仔，所以你无需要再来遮。甲我讲遮，啊！你知影了后，你对伊做啥？你同款对付因家的人啊，让伊因为家己的身世痛苦。你知影阿宏怪伊的股份，你拢无甲主动，你阁抓准机会霸占大业集团董事长的位置。这是业界欠我的，即马拄仔好还我尔。虎毒不食子，你为着报复别人，把你的囡仔拆吃落腹。你安尼哪有资格做少强的亲生妈妈？迄嘛是你造成的。你甲少强抢去饲，害我甲伊母仔囝关系永远无法度恢复。少强无要认我这个妈妈，伊怨恨我，我不得已，我才会放弃这个囡仔。无，你无放弃。你若无你甲杜小双的时阵，你袂遐尼艰苦。你袂讲你要关心予伊，其实你真要紧伊。你希望有一天，会当亲像别个母仔囝咁样过日子，予伊有好哩。也毋过你也知影，你若一天无放下过去的温婉，你甲少强就一天无法度做母仔囝。这件代志，你都要想个清楚。你爱我安怎做？甲集团董事长的威信制成。甲阿宏拐走的股份，向少强，安尼少强就会看到你的诚意，你就会当弥补对伊的伤害。我弥补伊，那安尼啥物人来弥补我？我失去的亲情，我的感情，我的人生，都用来报复啊！这么侪年啊！有啥物人会当给我重新的人生啊？啊！我恨你，可是我的命会当让你回头，放下过去的恩怨，做你来替。也毋过，少强是毋是要认你，就要看你付出的程度。我无法度甲你挂保证。妹，我无需要用已经得到的物件去换一个。你袂得了解，少强无要认我这个妈妈，是伊的损失。想袂到你对家己亲生的囡仔阁这么计较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做少强的亲生妈妈。高仁雀，我给你一条命了，哎，是准备要对付叶家每一个人，无恁生不如死。所以咱两个要做一个了断啊。阿拉讲袂成，就要活死啊！是无？我的命要给你，叫你莫伤害少强，你唔肯。安尼，我只有摕你的命来保护少强。你的妄是我造成的，我处理你拄啊好尔。我唔是较早迄个软脚虾，你是要安怎处理我？我是少强的妈妈，我保护伊是应该。